Oh my god，它下面有一层这样子的油，这个东西。Oh my god，它已经跟我的。You're telling me? Oh wait, you just told me. 还就是一个，它就是一粒蛋，然后不是那 OK 照片，你们懂是什么？是 Christmas 的时候送礼的最佳选择。Christmas OK， 我买了新的搅拌棒 ，OK 就是要做史莱姆啦，然后那个 aluminium foil 就是它外面那个金色那一边，然后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来做那个金色的边，因为我找不到材料。OK， 我们先做史莱姆吧。我现在我戴那个帽子，我觉得我像一只鹿。我要把隔壁这个东西剪掉，你觉得我可以做得到吗？其实我这样子掰会比较快。我特地买了一把剪刀，因为我怕的啊，我弄坏了我家里的剪刀。是不是想到很周全呢？哦。为什么消失？这个是掰比较快。我是搞笑。让它消失。我特地买一把剪刀，因为我怕的啊，我弄坏了我家里的剪刀。还是等下我做的时候，我就藏在后面，这样你们就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做 Q&A 了，所以可以把问题留言在下面，或者是把问题留言在我 post Instagram 的那一张照片去问我问题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差不多六万了，然后去做一下 Q&A 咯。嗯、我买了这个东西叫 slime， 不是露出来吗？Anyways， 还有为什么我今天穿到这样美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整天都在家，等下我还是会留在家。我觉得我可能会念成一个非常大的 muscle， 就在那个 The Rock 的 muscle， Jumanji， 你们觉得好看吗？ Jumanji， 我觉得我不能得罪他的粉丝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很不习惯化妆的时候，因为你一动一下那个脸，你就感觉你的妆被你化掉，就是那个粉底就出来了。好了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好累啊！史莱姆。哦，它也是可以骑这个，嘟嘟嘟。如果再这样子玩下去的话哦，晚上十二点都不用做完，紫色很像不是很开胃。我们就加这种，不觉得这个很难洗吗？
现在我们要弄那个 Roger 他的外表。本来是买了这个的，这个是在淘宝上买的，然后我怕不够，我就再买这个。可是我不懂青色可不可以，我不知道。哦，我看一下那个什么 Roger Federer，Roger Federer 不是 Roger Federer，Ferrero Rocher，Ferrero Rocher。先把这个东西铺在这个上面先，再涂 chocolate 色。Okay. 我要铺这个啦 ！Oh my god， 它下面有一层这样子的油，这个东西看到了？不知道你看到没有？反正就是很恶心。哇，太脏了！OK， 我现在已经弄好这个，然后呢，为什么我在那里教你们？我就是要弄完这里。本来我买这个不是来弄这个，是来弄一个叫月饼史莱姆的东西。中秋节的挂我还没有做，所以。虽然我不知道他好了没，我要填色了，看到吗？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多油？加进去，然后我要加那个 aluminium foil， 我等它再干涸一下先，我真的很怕，如果失败的话，我浪费了我一整天的时间 ，OK？ 哇！红色滤镜，呵呵，让它，我先把 slime 加进去，然后再放进 aluminium， 然后再看一下哟。这东西要讲喽 ，OK。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子录吗？因为，对，就是没有电，所以现在它已经干完了。我脸颊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特地要。我已经觉得很像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弄好我们的 Ferrero Rocher。我找一个美颜的角度，是很多余，就是你刚包起来，然后你要开掉。
再就是最疗愈的部分，就是什么部分呢？哇哦！啊，我现在很饿，可是已经9点多了，我已经不能下去买东西吃了。OK，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结束了，然后看你们喜不喜欢这类型的影片啊，喜欢的话下次我就继续做，就是很疗愈，可是真的是浪费很多时间，我差不多一整天都在做这个东西， but anyways， OK， bye， yeah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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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。